今年过年的新产品，天猫精灵西西。它这一台的售价定价是699元，在这一次的购买当中啊，拿到200元的优惠券，所以它的价格是在499元人民币。包装很扎实，而且还蛮重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打开箱天猫精灵吧。机器的本体一打开之后，就可以看到表面上有点脏脏的呢。这是什么？好像磨很久的那个样子。是蛮重的。这还有一个保护膜吗？哇，还好，好像还有一个保护膜。有一个保护膜。不然我想说就惨了。怎么那么脏？底部就这样子，有四个角。然后呢，这边电源的一个插头，然后这什么？有一条，就这样这。要做什么的？可能是要来贴这个荧幕，让它爬起来的吧。然后它的上方有一个电源按钮，然后大小声、静音，这个是应该就是那个声音，就这样子，旁边没有。一本说明书，一个插头，白色的插头，做的还真的是蛮精致的。这个不知道是几 V 的，几 V 的插头，看不到，没有了，里面就这样子，没了。开箱这样就完毕了。这个膜要先把它撕下来。插上电。开机了。正在开机中。这边可以看得到，哇，这个框框，白黑色框框还真是大。现在都已经流行那个无边框了，这个边框还那么大，太失败了。
然后这边有一个镜头，还有一个感应光线。开机还真久。这边的天猫精灵 APP 已经，之前的天猫精灵已经下载好了，然后打开天猫精灵，它等一下应该就会搜寻到它的设备了吧。这是触控萤幕的，萤幕是触控式的，这摸起来像是布料的，然后音响的布料，会不会是这台是坏的？怎么会开那么久？应该不会那么久啊。长按。哎、欸，原来要长按着、啊。好了，好像一台平板，一台像说应该是七寸的平板吧。连接网路。哪一个呢？好，连这个好了。输入密码。打开天猫精灵 APP， 然后入口扫描。那我们打开了 APP 之后，然后来扫描。欢迎使用天猫精灵，更多全新的技能将带给你耳目一新的体验。天猫精灵，我要看电影。好的，主人。音响不错、欸、精灵，一个靠脸吃饭的才华横溢的智能靠脸吃饭。开始使用。通话。嗯，会打电话。打给我。视频通话，喂，嗯，这手机要拿狠的。手机要拿狠的才有办法那个。通话，画面还不错嘞。然后结束通话。那打电话给天猫精灵。打电话给天猫精灵。哦，
通话。网络通话。网络通话就是没有画面，没有画面的，就只有影像。就只有一个通话的，而且声音还蛮清楚的。还有语音留言呢，等一下，主人，你可开始在这里留言哦。开始语音留言，要按下去吧。等一下，7点要吃晚餐哦，记得回家，然后发送。发送，嗯，到哪边可以收到讯息呢？没有看到什么讯息。天猫精灵，你好，主人。我要看电影。这可以看吗？嗯，购买本片。就是预告片而已吧。Everyone's got their thing。声音好像还蛮有重低音的。Maybe it's a breakup。跟平板比起来，反应速度是有点慢，没有办法及时出现。我的网络算是蛮快，120Mbps了。那如果拿一个要旧的片子可以看吗？钢铁飞龙是再见奥特曼。天猫精灵。哎，我在。快进到一个小时，连上了。钢铁飞龙，听得到吗？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天蓝，你们任务进行的怎么样？天猫精灵，需要帮助吗？咋啦？停止播放。天猫精灵，我在，你说。回首页。天猫精灵，在呢，你说。我要听音乐。我的新主人，我刚没听清，可以再说一下吗？比如起床对我说早上好，我会播报时间、天气、新闻和音乐，开启元气新一天。记得起床对我说早上好。
天猫精灵。在呢，你说。早安。主人，现在已经是下午了，我先为您播报今日的全网热议新闻。天猫精灵。我在，你说。我要听蔡振南的歌。开始为你播放蔡振南的一只鸟仔笑啾啾。笑啾啾。嘿嘿，多几家家啊。天猫精灵。在呢，你说。我要听陈明章的歌。让我们一起欣赏陈明章的战鼓。天猫精灵。你说。我要听陈明章的下午的一出戏。这就为主人播放陈明章的下午的一出戏。哎，现在如果没有那个小爱同学，如果没有办法播音乐啊，我建议大家可以来买这一台的，跟天猫精灵那一台便宜的54元的都一样。如你吩咐，马上为你播放《地球是圆的》。嗯，那还有巧虎。地球是圆的。可是没有影像。也有这样的。好想快点去天文馆呐！今天我们要学习星星的知识，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尽管问我。天猫精灵。在呢，你说。我要看巧虎。为你找到如下视频，请问要打开第几个？天猫精灵。亲爱的主人，有啥吩咐？我要看巧虎。这个，哎，这个，神奇哟、哦，真有趣。是啊，看，那就是观察星星用的，叫做天文。运动啦，首先活动一下手腕，好，还有脚踝，伸伸胳膊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是中国的巧虎、哎，热身运动做好了，简体的。我们可以开始准备去做运动啦。你好，天猫。哎，我在。我要听王世贤的歌。让我们一起欣赏三叔妹王世贤的旧鞋。哎，我刚刚这样讲台语，他也可以听得懂了。你好，天猫。你好，主人。下一首。算是卡拉 OK 的吗？再加到我的最爱。我觉得重低音很强呢，这桌子都会震呢，这桌子都会震哦。你好，天猫。你好，主人。音量50。马上为主人设置音量，现在是50。你好，天猫。哎，我要听黄以玲的歌。让我们一起欣赏黄以玲的渐渐。渐渐。天猫精灵。怎么啦？停止。
你好，天猫。Hello。回首页。你好，天猫。咋啦？现在的气温。你想查询哪里的温度？新北市的。我好像没听明白，让我再问你一次吧。你想查询哪里的温度？台湾的。台湾台北现在20度，多云，保持好心情，天气也能多云转晴。音频。他的视频，只有这个是优酷的吗？好像只有这个优酷的免费大片。你好，天猫。啥事儿？快进30分钟。太单纯了，所以什么都当真。不看看，我喜欢，我高兴，我愿意呀。你会这么想，自己是因为别人只是重伤你，给你留下了心理暗清晰度，720P 的。动漫。柯南。开通会员，这要会员的。这个是那个购物频道，还有购物的频道。这里都是一些搭配天猫的一些产品。你好，天猫，我要听广播。开始为你播放 CNR 中国之声。青春记忆啊，走完求学路到更广阔的天地。你好，天猫。Hello。我要听流行音乐电台广播。抱歉，我还没有找到流行音乐电台。你好，天猫。咋啦？我要听音乐电台。让我们一起欣赏。你好，天猫。你好，主人。音量60。这就为主人调整音量，现在是60。你好，天猫。啥事儿？返回首页。你好，天猫。在呢，你说。早安。主人，我起床了，早上好。现在是早上8:46，您今天比49%的精灵主人起得早。今天是2月15号，正月11，星期五，春节假期真的过去了，上班路上的车辆多了好多。主人每天在外，精灵交通委提醒您，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，行车不规范，精灵两行泪。主人接着为您带来今日的早间新闻。
嗨，七点出发，准备好了吗？新闻来了，今天是2019年2月15号，星期五，农历正月十一。大家早安，我是主播迎波。先来看看昨夜今晨都发生了哪些大事。14日上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、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，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、财政部长姆努钦共同主持中美经贸。好了，今天的七点出发就到这里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广新闻微信公众号，咱们明天再见。新闻播报完了，接着为主人带来周五早晨的推荐音乐，明天后天过后，假期就真的过去了，主人且过且珍惜。 Thank you.